从酒吧驻唱歌手到红遍大街小巷的情歌小天后，她独特的爆发力和高音被大家公认为实力唱将。从猜不透我爱她到如今电视剧《兰陵王》的片尾曲《手掌心》，每一首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好歌。本期大来宾，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新一代的 K 歌天后叮当。娱乐，娱乐生活无处不在。大家好，我是对了叮当。非常荣幸，也非常开心，因为平时可能很多的朋友听到我都是之前是跟现代的偶像剧一起合作，这次非常有幸可以跟这么不经典华丽的古装大片《兰陵王》一起合作。其实说到这个缘分，要非常谢谢制作人玉山姐，因为之前呢我跟她有合作过《下一站幸福》，但因为之前就是也很渊源，因为玉山姐她说对我印象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刻。那时候听就是有哦，这一次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好朋友，就是 BK 克，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钢琴演奏家啊 ，BK 克。那时候是先有他的曲。然后玉山姐那时候听到她的曲之后，她说她脑袋里面立刻想到我的声音，所以那时候就来跟公司来打电话来说，叮当有没有档期，没有时间，我们想一起合作这样，所以才有了这一首歌。那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来突破挑战来演绎，就是这么华丽的中国风的歌曲《手掌心》。那我自己非常喜欢，因为这首歌其实在唱女主角学武的一个个性，一个心情。所以大家每次可能大家可能有时候 take 到学武，或者有时候在报学武的一些事情的话，大家会听到这首歌，因为片尾曲也会想到学武这样。因为学武给我的印象，因为之前我在录这首歌的时候有看一些花絮，然后也看了一些小说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学武给我感觉他是非常有个性，然后为爱他是不顾一切奋不顾身的，所以我觉得他，而且我自己非常喜欢依晨，依晨的演戏又非常自然，所以我自己在演绎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蛮虐心的，在唱的时候也蛮虐的，大家看的时候说也很虐，对，但非常荣幸，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演绎的《手掌心》。只能再等你时机，你是天地，你是风雨，你是晴。我非常喜欢。那因为这一次其实是古装大片，那我觉得这一次因为听说这次的戏又跟日本的就是卷川石花有合作，有很多花瓣的一些场景。那这一次包括我的服装，然后后面很飘逸，然后也现场有很多的时空的转换，然后把大家一起带回到就是现在跟古代的这样一个在爱情交织的一个时空，然后我自己非常喜欢。除了唱歌，叮当还参演了舞台剧，各种不同的尝试中又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他。下面就让他来为我们讲述一下他的多元化路线吧。这是一部非常非常经典的电影而改编的舞台剧。那其实跟导演真的非常非常有缘分，因为其实听说他等这部戏的女主角等了12年。那我也觉得非常荣幸，听说他是有一天是正好看电视，然后听到我在唱《我是只小小鸟》，他听完说我就要希望他来演女主角。然后那时候我正好在台湾有在小巨蛋，我的歌舞线上正好那时候上演，所以那时候是导演他特地从新加坡飞来，然后来现场看。看完之后就决定说，我希望叮当来出演我的这个舞台剧的女主角。
其实前几年在台湾的时候，有导演有一个导演，就是那时候想合作，但因为那时候我正好是新专辑要发片，然后要做宣传，所以就没有合作成功。然后包括最近其实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其实有一些导演，然后也有就是要问他有没有兴趣参与，就是演戏这样。我说其实自己还蛮期待的，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能够挑战就是影视的部分。哇，我这次其实有看兰陵王，其实对男主角真的非常非常哇，非常兴奋，非常的英姿飒爽。对对对，相信有很多的女生都跟我一样，对，蛮期待跟邵峰同学一起合作。然后之前其实还蛮期待有跟一位我自己非常欣赏一位男演员，他叫黄晓明，因为之前我们有一起合作过，就是有合唱过一首歌叫做《双飞》，那也是在他出演的那个《神雕侠侣》的里面有一个插曲，对，叫《双飞》，那蛮期待，因为后来有看过他演了很多的电影，我觉得晓明给我感觉他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敬业、非常努力的一个男演员，那我觉得期待未来有机会可以跟他学习，有机会跟他合作。叮当的歌声深情动人，而私下的他却是个活泼可爱的小精灵。让我们来看一看工作之外他是如何的鬼马。就是工作，其实还是会有，最近有录歌录音，然后我比较喜欢运动，然后要有时间就会去健身房去运动，然后有在上瑜伽课啊，对，非常喜欢运动，所以生命中不能缺少了运动这两个字，对。我现在是住在杭州，然后其实还有城市我很喜欢，台北我自己非常喜欢，因为有时候跑通告，有时候工作，我至少还可以每天是可以回到家睡觉，因为有时候跑到外面，有时候在内地，其实很多像比方说像今天好了，我来南京，但是住的还是在饭店，对，在酒店里面，有时候比较希望就是可以多一点时间是在自己的床上面睡觉，会比较难，一年真的就没有几次可以跟自己的床那么亲近这样，所以呢像台北啊、杭州啊，我都蛮喜欢的，可能是一个习惯性啦。如果比方说如果下次我在南京待个一两个月或待比较久，可能因为慢慢也比较适应，我是那种入乡随俗的人，很会那种慢慢适应一个地方的人。其实你知道我每一次表演，其实说真的，因为有时候可能为了现场的安全，其实有时候一些保安包括现场都不需要我们歌手下去，其实我每次都好想跑下去可以跟大家很近距离的唱歌，有几次就真的就是跑下去了，然后跑下去了就看到我的同事跟我快上去对，因为可能怕会有安全，因为故意有时候可能歌迷有时候观众会因为我一下去之后大家会往前冲的时候，怕大家会压到，有时候会撞到，有的人会受伤，所以有时候会比较会那个顾虑，安全的顾虑会比较考虑比较多一点，所以我蛮期待有机会可以以后比方说像演唱会啦，可以有更多比方说一些舞台的设计上可以跟歌迷可以更近距离，但我现在还蛮享受就是现在去很多城市去表演，因为像我们今晚的可口可乐的表演，其实算是跟歌迷之间跟现场观众之间算是还蛮 close 蛮近距离的，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舞台是我会很珍惜，我会非常珍惜跟大家的每一次的相聚。
今还很诚实的还你握紧你已被一干而尽的秘密。我在南极憧憬你的北极星，我问你不信星星不像你。你是天意，你是大大地，